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红果果亲子游戏。今天呢，超级飞侠和多多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张益智拼图哦。我们先看看拼图上面都有谁吧。拼图上面有乐迪、小爱、酷飞、多多、小青，还有包警长，一共有六个超级飞侠。看看他们身后的标志，是一个女神的雕像。小朋友们有知道他们是在哪一个国家吗？好了，看完了这张拼图呢，我们现在把拼图全部取下来，全部打乱。都全部取下来了。好了，拼图全部打乱啦，小朋友们一起玩拼图游戏吧。
好啦，拼图成功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和超级飞侠乐迪和多多玩益智拼图就玩到这儿，欢迎大家订阅我们，我们每天有更新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